为什么不带带七顶神剑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就是带，我想带，感觉带凯旋可能好一点。这感觉就只能偷五六块，是的，没有错。你秒切黄牌是吧？是你小子吗？星星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哎，不对，这英雄好像出新石的是吧？好像是这样。那我没带 CD 是不是得出其他的呀？
感谢花梦的一个大钞票枪，谢谢花梦的钞票枪，谢谢，太大气了，谢谢花梦的超大钞票枪，谢。被动怎么能一直用啊？啊，你看现在被动好像没 CT 耶。你看这被动能一直，等我标识他就好，其实不用过去。他完全不怕我这个 ADC， 我没大招，我到时候把他做掉。杀一杀他们下路，大伙来来来来来来，有的
亏了我800块，兄弟。好卡牌，刚想的 没地方看怎么操作一下，操作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这劫就跟那个卡卡西一样，用一下就没蓝了，那么太没有含金量了，蓝太少了。哇，这波差点出事了，豹女伤害好高啊。又变成卡卡西了，没蓝了，兄弟，没蓝了。
欺负我们家 ADC， 这样欺负我们家 ADC 失误了，应该先 W EQ 消耗一波，然后等二段 W 快好的时候再大招过去 EA， 感觉就差了，不够细节了，就已经不够。这波不够细节了。太了，大伙儿。路过一个地方，一个人头，兄弟，我这撞墙了，过不去嘛。路过一个地方，捡一个人头，兄弟，也闷了。都说了，钻一晋级赛就由我的杰来开胃这把游戏，我不懂啊。没标的，team has destroyed